的就是松哥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这一家就是在深圳最大的一家店。那我们哇，羞耻 play， 看见没？吃虾专用套，哦、呼呼呼吃虾必备利器：小围裙、小仙女本人。等我要开始变身了，帮小魔仙变飞。完全的装备，但是我吃虾不爱戴套套，手套手套手套。哇，看齐了，迫不及待。看一下我们的，这个是蒜蓉虾、油焖虾、清蒸虾，还有我们的小菜、毛豆、面、凉粉。开始了，撸起袖子就是吃。我先要尝一下他们的招牌油焖大虾。当当，看，比我的手还大嘞，有没有看见？你看，先要这样子，先把这转出来了。然后先把它开开，里面有大量的虾黄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美味了，哇，它都有开过背耶！它开了背之后就超级好剥了，它连虾线都有去掉，就省了我一道工序，超级的美味。要么你介绍一下的虾怎么样啊，贝大勇？你是松哥本人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我是这家店店的。这样子啊，我觉得你们家的虾一级棒。这个清蒸的虾，我看那个虾的腮，我真的超级白，就很干净，连肚子这边都超白超白的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的每只虾都是从湖北自己的养殖基地，然后空运过来的。虾过来之后，每一只虾都经过九道工序的手工刷洗。首先我们会用大水冲洗，再用清水漂洗，就开始第一轮手工刷洗了。总共要进行两轮手工刷洗，这个过程中将残留的所有死虾挑出来，最后给虾剪头、去胃囊、开背、抽虾线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哇，看这小龙虾多活泼，洗得多干净，好白。有人说，一家店对食材的态度，就是对顾客的态度。这家把小龙虾的品质和卫生做得这么用心的店，我一定会 pick 你哦。